喂，黑天鹅啊！哇，好靓喎！啊？真系黑色噶喎！系啊，咁啊，咁黑天鹅咧？你咪佢红色嘴嘅女女，咁靓嘅士多啤梨嘴啊！边个咩俾食啊？士多啤梨啊？冇啊，傻嘅。你嚿士多啤梨啊？啊，喂，偷住你喎，透明耳仔啊！放手边度食？边个啊？冇食嘅，蚊食嘅啊！带你去杀嘢，哥，我哋打嘢，影张相先，打下卡先呢度，晒噶嘛？唔知佢晒唔晒？好多公仔。夸张，层层都摆满晒，全部都系毛公仔，犀利，坐满晒。呢边唔知有冇啦？呢边有冇？德国餐厅，阿 B 好大只鹅啊！嗱，有一只啊！呢只大只啲啊！几靓风景！只鹅走咗过嚟。哦，呢有一只啊！有一只。唔系，啱啱游紧过嚟。在橋底許願樹，好舒服啊，個環境好多人釣魚，唔知有冇魚釣呢，同埋好多黑天鵝，好多黑天鵝游嚟游去，全部都是黑色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白色，没有其他色，只有黑色。玻璃屋仔好靓，啱啱在湖边，餐厅来的，哎，不是，书店来的，好靓，这间书店图书馆来的，好特别的，盐田这边的图书馆真的很特别，间间都不同，间间都可以打卡，没错，真的是图书馆来的，很舒服的环境，很悠闲，见到人坐在里面，图书馆后面有东西喝，有二楼这间图书馆有雪糕吃，几舒服啊！里面，尤其呢个位置对住个湖边，正到痹。呢边都好舒服啊！后面，有黑天鹅添，啲水都好清澈啊！有鱼，唔知多唔多鱼，见到好多人喺度钓鱼。几靓嘅环境，入去图书馆里面睇下先。有埋嘢饮埋添，图书馆里面八十号海鱼。
商店定係住宅咧？有色圖書館，入去望下先，保持安靜。圖書館都係要保持安靜。作者書同埋還書呢部機幾好啊！好舒服嘅環境。呢边有饮品卖，有咖啡，几靓，冷气都好够，冷气好过海山站嗰间，上去睇下先。好舒服啊！呢間圖書館真係啊，啲座位好靚，係幾悠閒。小火車。爽啊！真係想瞓覺。呢邊對住個湖，最正咧呢個座位，好舒服。呢度啲冷氣零舍足夠，其他啲商場都冇咁好冷氣。海山站揾圖書館都好熱，但係呢間好舒服，好涼快，好足夠啲冷氣。幾好風景，呢個圖書館真係冇得頂。冷氣又足夠，座位又舒服，入到裡面直頭想瞓覺。拉還書啊！阿彪哥攞啦。人哋還書啊！係啊，可以啊，係好舒服嘅呢度，好涼爽係咪啊？好夠冷氣啊！我都望望到
係啲咖啡。飲嘢，攞啲書出嚟呢度睇，好悠閒。呢間玻璃屋圖書館真係好靚。最緊要冷氣又足夠，啲座位又舒服。坐喺度真係想瞓覺。20蚊一次，好正啊！有時間真係要坐下，可惜冇乜時間。夜啦，開始6:00。